对对对对。好，这个是。然后这个主要是康复气血，康复等于是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些脑瘫嘛，脑瘫就是中风啊，一些半身瘫痪啊，这些。那这边是先病房啊。就是说病房的住宿线，这边也是病房的、对，这边都是病房，这边都是一般都是身体不行的，对，都是瘫痪的，失能的哈。哦，就这边是我们，还有一个中频的、有就筋皮神经呢、低频呢、神经刺激。肌肉电刺激的，这些器械，就是说我们，就是一些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这种需要这个手锻炼的，就给手灵活了。这个也是像这种也是锻炼手。手机放下来。这个拉拉这样手臂。哦，转了。对，这种是属于那种中药熏蒸的，中药的熏。哦，熏蒸。就放药放在哪里呢？然后放在里面，下面会出水。这个里面有药罐。哦，这个里面有。然后蒸汽从这里出来。对，然后加热以后，它的蒸汽就从这边出来。对，部位啊。就是部位哦，这个可以调上调下。哦，多方面的调。这个我那时候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劲。对，这个就是拉关节的。拉关节的。这个、就是有的肩关节啦，那些关节手臂啊。活动一下肩关节。这个是有一些手臂，有些瘫痪的，他上肢运动不行。还有一个滑轮。这个也是。也是手。对，蛮齐全的。对，这个也是这个手，推的。推的。对。这加强一些上肢。上肢推牵你。啊。对。是蛮齐全的。这个是就是坐的。腿部的。就是这个关节的这个。这样活动。对，我们就会让这个锻炼。锻炼在腿部，这个等于锻炼器械。我们这里场地因为比较受局限，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就比较放个表面，就比较挤一点，就是比较挤一点。本来是应该还要扩建，但因为场地这个受场地受限嘛，对，所以说就下面已经就是这边都已经住满了，住满，那现在就是要到我们那边楼上去，要到那边楼上去。我们这边是属于一个叫做中医馆，前面就西医馆。没有，它是相对偏中医治疗。这边偏中医治疗，那边前面也是，就是这边是针灸跟理疗。这要是肩膀，腰椎。这个叫治疗肩。主要腰位很好。那个带钱。这边门诊。楼下门诊大厅。有内科内外。这个药房收费大概快100。有的报销。对，100。那这边是 CT PR 拍片的。拍片的。对。CT。对。就是。里面就是拍片间。磁力共振就没有。磁共振没有。磁共振还就等于我们是跟其他医院协作。跟其他医院协作。这边是一个药房库房。库房。就是化验室，深入体检中心，体检中心，它这边是一些功能检查的，
常科母音字心电图超声科，嗯，啊，我们这边主要特色是做体外碎石。嗯，哦，体外碎石，这些都是结石。结石还有放在这边，全部都是结石。做出来以后就是让，这些都是结石。哦，蛮多的。对，我们在体外碎石。你就是用激光打碎之后，自然排出。这个是一个排出，还有一个有手术，然后激光排斥之处，你要会给他一些利药啊，排斥的药是吗？这样子就是他碎排出来。那今天先不要紧，不要忙那个，那还有先交个1-2千块钱，交个1000块钱都可以。然后排，然后。打退之后，你们有什么中药给他们吃吗？有，他有一套的。有一套的。对，那个是起石，这个是一个起石。哦，手术起石。对，起石，对。嗯，微创起石，但是通过软剂的，就是从我们尿道里面直接，把石头拿出来的。有造影。就直接软进到这里面去。哦，软进。对。就随着输尿管进去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住院地区。住院地区。一整片都是。一整片都是。对，这边是我们那个医生的值班室。值班室。值班室，这边都是这样。这边是护士站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想买一个东西。好。行。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些都是，已经内科外科都有。这边是一个后门通道，一个斜坡。这个是一个斜坡。有时候就病人就。哦，从这边上来。就比较方便，就是有时候上面停车场，上面是也可以停，哦，也是出外道出，也可以，它也是等于是这个小区的通道，就直上直下，不用退后。对，有时候急诊呢，就直接车子就开到这里，就去到这里。我们这边有手术室。住院病区，对，我们总共有100张床位，100多张。100多张，蛮多一些。对。麻醉科。这边是手术室。手术室。对，这边就是手术室，里面手术就包括别的这些外科手术啦。嗯哼。叫什么？那个是这些手术室。这个是。这边是消毒的，消毒。然后就是那个化学的，这是消毒的。这个是做胃镜。手术室。都是病院。我们这个还算是比较小的规模，还不是很大规模。接下来讲可以整栋楼。我们是一片小片。算也盆应有尽有了。基本上都有。对，应有尽有了。你在这边做很久了。对，我跟周医生很久了。你跟周医生很久了。对。我以前也是跟周医生，就在那个中医院那边。啊，中医院。对，那时候在中医院。你们哪一年来的？啊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我跟哪一年我都差不多忘记，大概有30年。30几年了。对。我们的楼上是财务。财务的。顺那边，对，到顺，这个是腔镜，
也可以膀胱镜哈、啊。嗯。啊，这个里面也有一种是叫做筋皮神经肾镜，就是说这是从外面的。外面。嗯、啊，从外面、就有伤口。直接这个是就直接从有的比较。这个比较好还是这个比较好？这个比较好，是软镜，很多人都每个人都可以接受。没创伤。对，没创伤，它是从尿道上去的。就是说这个做不到就做这个。嗯，这个是属于比较肾，比较肾。肾我们不是有一个上掌、中掌、下掌吗？嗯。那上掌、中掌比较好起，但是下掌有时候就不能，就比较难起。嗯。比较难起，它就要通过这样来起。啊，那种是属于比较明白严重的，或者是比较轻，就是这种。就是看部位。对对，看部位。就是在中上跟膀胱以下就可以。楼下比较小，要小，楼上比较大。嗯，楼下还要挂这个奇药师，挂号。这个从外面看就是。骨科外科碎石肝参观24小时戒诊。对，我们这个碎石的很多，碎石它很多都是半夜发作的，啊，对，肾绞痛、肾积水，那种不行，那就必须要有，必须要进来。对对，那现在这一块我们做的比其他院都好，嗯，就是肾的这块。然后你是主要在这个中医馆里面？对对对对，我们主要是中医的比较在这边吧，中医的就是中西，现在也算是中西医结合，也就是说以中医为主，还有西医结合。那中医西医结合，你认为这个前景在中国现在怎样？现在目前就每个医院都是差不多是中西医结合。都差不多了，有侧重，中医院它是以侧重中医的方法，那西医院它是侧重西医的方法，西医院它也有中医科一样的，也是有一样中医科。那病人呢？病人喜欢在这边，现在是喜欢哪一科？完全他这个就是啊，就介绍就是这个来就大家看一下啊，就专家在这里，专家在这。对，不能随随便便，要有注射证才可以的。要有注射证，这个要考吗？他这个是台湾，他有规定的，一定要注射证才可以做。马来西亚就是不行，没有注射没证不行。对，中医他中医的话，中医话这些西医的东西不能动。怕你没有，你去躺着，你去。然后底下再看一下怎么冲，怎样去抽，不可以有空气，怎样打。这是碘酒，我是安乐碘。对，我那边只用酒精，没有安的。安乐碘要本来严格就是要安乐碘。啊，然后要把它空气打出来，等一下，你看要怎样把它空气打出来？有些会注射比较持久吧。就开盘注射一掺 B12。行不行？连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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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不过这个，不是阿姆现在很贵，都贵到没有是贵一点，都到你很多贵，两万嘛，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、是、啊。
住宿舍是要回抽一下，看有没有水，然后再打进去。这阳明泉。那个，你注射进去的时候要回抽，没有回血，没有回液，还可以注射。起来也痛，要起来都痛，有做的痛。有啦，我就有迄条，我客人话买迄条啊，乳胶枕，现在要付的。我那边是做不了。不能做。一个王者，一个王者。刚刚这用机器那边把它拉上去。不要紧啦，哎呀，顺其自然啦、啊。哎，这么都八十岁的人了、啊，怕什么、啊？我们就……哦，这个是电控呢，就是电动牵引。电动牵引。对，电动双轨。电动还没见过，手动的是见过。手动的就那个。对，那个已经淘汰了。对，那个其实也是还可以用的。对，就是原理一样。对，其实原理是一样，就是电动的。就是相当于，对，说它除了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拉嘛，嗯，这样子的一个拉，它还有一个角度嘛，哦，还可以斜度，它可以上升有个角度嘛、嗯，然后再一个的话，它是可以左右旋转嘛，就脊柱的一个左右旋转，哦，嗯哼，就是说它这个是三维嘛，三维，对，就三维，就是那个就做不到了，那个的话就只能是平拉嘛，平拉，对，那个只能平拉，它这个的话是三维，三维的，是你左右，然后角度还有一个这个拉，直线，对对对，好。